林林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队友呢？是不是李军嫌太远，自己先回去了？那你的队友呢？你全把鞋弄湿了，只好先回去了。他让我帮他找一个候鸟的羽毛当做礼物，有点难办。别说羽毛了，现在连候鸟的影子都见不到。 嗯，这下好交差了吧？这么好看的羽毛，你干嘛不自己留着？就算喜欢，也未必属于我。拿去！嘘！嘘！你看，这么大一群候鸟。 候鸟每年要从北极飞到南极，再从南极飞回北极，一秒转动，一年要飞40万多公里。无论是遇到台风还是冰雹，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它们都会飞回来。只要你愿意等，就一定会看到它们。 动物当中，最受承诺的，应该就是候鸟。候鸟虽然了不起，但是动物当中最受承诺的，除了它们之外，还有一名人类，裴尚轩。裴尚轩一言，候鸟难追。是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好吗？就你知道聪明。今年见的。 下一次，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那还不简单，他们不是每年都来吗？他们明年回来，我们也明年回来。明年，我们都不知道各自会在哪里。不管在哪儿，只要我们约好，就一定能回来。 天空沉默多年。